利好有助反弹惯性。强度上需加量周末综述0722。消息面解读。周五中午，先是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随后是央行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晚上20日晚间22点39分，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市场一下子在周末迎来三份资管规则。至此，银保监会、央行、证监会的资管规则已全部出齐。这给市场吃了颗定心丸，将此前的预期和困扰的不确定因素变成了确定。事情要追溯到今年4月27日，当时眼看大盘咬破3041点了。当天，央行发布资管业务新规，过渡期问题由原来的2019年6月30日延长至2020年底，给了金融机构更充足的整改和转型时间。随后市场来了一个16天次级反弹，但是在随后市场流动性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有外部贸易摩擦问题、汇率问题，还有就是市场想看看具体细则如何。周末三部委出台的实际就是新规细则，消除了模糊性。我个人认为是利好，尤其对银行信托保险的金融企业是利好。理财产品规模的下行势头也有望改善，同时新产品的加速推出有助于改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同时我也同意央行相关人士的表态，此次对资管新规的突破或修改不是大放水，而是明确资管新规执行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对金融机构存在疑惑或把握不到位的具体细节进行详细解释和说明。如果克隆的话，我们最起码可以期待市场参考4月27到5月23日的16天次级反弹吧。如果成交量加码了，甚至会演变成中级反弹。再看外盘消息，传闻是有了 PS 的一个老特短文，说会有5000亿美元报复清单，我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可执行性。其次，老特打破美国金融市场惯例，对美联储加息不满，于是美元周五晚上止步于 95.66 大跌了。这样我们离岸汇率也就贬值止步于 6.836 的被动贬值部分。分钟形态上比较有利，离岸汇率只要在下周一跌破60分钟的60小时线 6.78, 那么就更加有利 A 股的反弹环境。技术面研判。回到技术面，周五晚上交易的跟踪中国股市的富士 A50 指数，在白天也是大阳线受阻30天均线的，但是晚上出现的是换挡十字星，恰好收在30天均线 11,601 点上方一点，在等待 A 股周一的态度。上证50指数周五正好反弹到30天均线 2,505.1 线，收盘 2,493 点未过，量比放大最佳。上证指数稍差，周五仅仅算收复20天均线，离开30天均线 2,864 点上要反弹余地，主要中间还有一个缺口 2,758 点拦路，但量比也放大合理。创业板指数形态上最好，重新收复30天均线 1,589 点，正好是等待20天均线 1,582 点上一金叉状态，一旦金叉就演变成中级反弹，缺点是周五量比不及格。中小板指数形态类比创业板指数，均线类比上证50指数，量比完好。次新股指数类似上证指数，但是周五量比略微欠缺。热情指数继续反弹途中，并已经出现右侧信号。从上述个指数看，次级反弹架势在周五下午已经确定拉开，各指数只是节奏不同，都是在等待攻击30天均线最后底部颈线的攻克状态。再看功不可取，讨论的应该只是节奏和板块问题，板块研判。而从周五各指数看，大票指数可能不涨赶上来，尤其金融股
板块涨幅强度依次是中小银行、银行、保险、多元金融、大金融、软件、证券、燃气、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等，还新冒出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毫米波雷达概念，超级高铁、PCB、贬值概念补跌、生物医药文明。该板块周末利空消息也不少，其余题材板块实际周五比较落后大盘的。其中所谓大金融，是指把所有银行、保险、多元金融、证券合起来平均看，周五实际是在他们合计89只个股。这里面又分为两种思维，一种是游资型端大小市值的，另一种是结合财测看流动性吞吐的。我比较喜欢后者，虽然涨幅不如前者，但是套利退起来比较安心。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吧，根据自己资金大小决定。我个人倾向大金融板块， TMT 中的软件、通信、芯片都兼顾，策略上比较稳健一些。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